虽然打得很艰辛，但是我们在民主胜利的地方，我们有些地方确实值得检讨，但是有些地方我们确实值得我们继续的坚持下去，来好好努力。首先，我在这里要感谢总统，多次来宜兰为这场选战啊，跟我们一起打拼，也要恭贺我们所有当选的五合一的所有啊当选的，未来你们的责任更加加重，也期待未来你们的任期之内能够实现对人民的承诺。那对于这次没办法顺利当选的各位伙伴们，我在这里表示最大的歉意。我是县长候选人，没有把这次选举打好，我把宜兰报好后表示我最大的歉意。但是我们只可以谦卑来尊重人民的决定，未来我们还要携手合作，共同来不忘初衷，实现对这块土地的主人，来更用心、更谦卑、更负责任的来跟我们的乡亲们共同齐心啊，我们能够不忘自己的初衷，继续努力。那我在这里也对自己努力不够的部分，跟大家表示歉意，谢谢大家的辛苦。